想要这一出的新乐戏。啊，拜拜。董恰恰出没一家团圆，里长不上身，认了想挣钱，而吻戏先不要无。你注意呀，逃过来！对，这两只象啊，刚刚运动起来，他都紧也用。哎，碰过七重赚钱了，他在八点档一家团圆担起里长伯一角，距离先前客串演出家和万事兴已经是12年前了呢。那你这次决定再演八点档的？是因为什么原因啊？赚钱啊。当然还去谈一个 case， 就是他们有一个参赛的短片比赛，准备当场就提供去我们来拍这个东西。所以我想做一些比较可以留下来的，我想建立董恰恰 IP， 就是这个人的作品是什么，但是卖光哈，你讲卖光哈，哎，不能是我演戏，一切按部就班。比方说现在你在说你敢不敢再拍电影，当然敢了。但是必须你只让我专心的创作或导戏就好，其他我也该不管。儿子就是会关心你的就是状况吗？我们家习惯不把关心挂在嘴上。儿子比较委屈的是在他一，我认为他是一夜之间成长。你过去在反正你伸手就有东西，忽然间灾难一来，连他也嘎进去，他就整个有一点震撼教育。那你有印象他说你什么？难听吗？最重的一句话就是，那你是逼我跟你切割了。那你怎么去排解你的就是负能量？自己一个人独处，那最好是照着镜子对镜中的自己讲话。所以每天都会这样子跟自己加油。对，然后看镜子又会吓到。我演艺圈这么久，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演过坏人，好想演反派。弄老流氓，在一副慈祥啊祥光普照中间泡茶的那啊杀人机会，拜托给我一个机会。你这一出应该没办法。来，要这次跟你搭档的那个老婆，钟嘉珍啊。对，你们以前合作过吗？这么说，岂止合作过，我还没有进演艺圈就认识。那这次你们两个搭配之后，觉得对方有新的火花？念不在呢，习惯了，那至少是熟嘛，熟就很好。像我第一次拍电影的时候，有一个亲热的戏，是的，导演在。如果徐贝英我就不怕，为什么？因为是熟。可是哪里叫萧红梅？我不认识，老西吧，在旁边呢，他一直骂，你可不可以亲啊？你都不像，不好意思。你不敢主动去亲的。那你该不会想要这一出的新乐戏？不要。